疫情都是变这样子啊，嗯、都已经变成，反正生意几乎没有办法做了。我们这种店做外卖，你一天卖的300、500。大哥，你买到什么东西？啊，你买到什么？啊，杯子。对啊，杯子。还蛮客气的，没有跟他收过很多。他、啊、这样花多少钱？哦，500多。剩下500多。两种。哦，全部啊哈。OK OK。啊，你们是彰化人吗？对对对。啊，觉得会不会觉得他收起来很可惜？对啊，他都好像不营业的吧？不营业，因为可能也受疫情影响嘛。哎哎。花那个花花。你这样花多少钱？3000多。蔡小姐，哦，这样很划算哎。对啊。你买了哪些东西？这些都是餐具。这个是餐盘，铁板盘子都新的，都新的哦。对啊，啊这里都是新的。这个是，这个是他赠送的，他就说有热汤有没有？哦，有热汤，每个爱哦，可以放着。这个是泡茶茶具，还有什么？我、哦、这边还有果汁机哦。不是果汁机，它是的那个盘子、啊，对，就什么猪肉、牛肉哦，放那个盘子上，对对对对对，什么蛋糕啊、点心啊那。